OK， 来，这第一课啊，这是第一课《论语选》，子路曾皙，冉有风，西华四座。好 ，OK， 好，子路曾皙，冉有风，西华四座。好，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耳，不吾已也。”居则曰：“不吾知也。”知或知耳，则何以哉？啊！子路率耳而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失礼，因之以饥馑，有也为之。必其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之方也。夫子善之。” OK。省之，这个字，夫子省之。啊，那你要不要念念看？我们一起念，你跟着我念，好不好？啊，子路曾皙，子路曾皙，冉有。风西华，四座。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耳，不吾已也。”居则曰：“不吾知也。”如获之耳，如获之耳，则何以哉？则何以哉？何以哉？何以哉？对，子路率耳而对曰：“子路，路。”率耳而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失礼，因之以饥馑，有也为之。”必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夫子省之，哎，不，施而省，夫子省之。就这样，好了，那你回去就可以，这有录音带，你就可以念啊。好，那这个。国文就是这样，那你还有什么？